大家好，我是爱说真话的 Tiger。 三星手机一直都给人一种遥不可及的感觉，就是价格非常贵，定位非常高。但其实大家可能还是没有太去了解三星的手机产品线，如果大家了解过的话，就会发现其实三星在各个价位都有所布局。可能大家不知道，原因也在于三星对于除了机皇的宣传，对于其他价位的三星手机来说，宣传还是不够。以往不管是双十一还是六一八，三星手机也没什么太大优惠，但是这次六一八，三星的优惠力度还蛮大的。不管是机皇还是其他价位的三星手机来说，那肯定好多小伙伴也想在这个六一八换一台手机，又不知道换什么好，或者非常喜欢三星的颜值，但是又不了解其他方面，所以替大家了解了一下，并且整理出了四款三星手机，涵盖各个价位，最低只需要1399元，总有一款能够满足您的需求。下面让我们一起看看吧。第一款，三星 Note 20 Ultra。 三星 Note 20 Ultra 作为三星 Note 20 Ultra 的超大杯，在性能和使用体验上都更加出色。三星 Note 系列一直都是三星旗下主打商务手机的产品线，这次三星 Note 20 Ultra 采用了一款 6.9 英寸的第二代动态 Mode 显示屏，支持120赫兹刷新率，而且还可以自适应刷新，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将屏幕的刷新率从1至120赫兹随意调节，这样能够提升观感的同时还能增加续航。第二款，三星 S2。 如果说三星 Note 系列主打商务旗舰，那么三星 S 系列就是主打时尚外观的性能旗舰，两款手机都是三星的顶级产品。这次三星 S2 的后置面板采用了后置三摄的镜头组合，分别为1200万像素的超广角镜头，以及一枚5000万像素的广角镜头和一枚1000万像素的长焦镜头。这次三星在 S2 上加入了一块大底感光传感器，可以增大进光量，在暗部条件下拍摄照片可以降低噪点，让你拍出的照片更加明亮，更加清晰。同时三星 S2 还支持超强防抖技术，让你不仅拍得好，而且拍得稳。三星 S2 的前置镜头采用了一枚1000万像素的人像镜头，在夜间拍摄的情况下也能拍出清晰的人像自拍。其次还有三星对于 S2 的前置镜头算法，通过算法让你拍出更美的自己。第三款，三星 S21FE。 三星 S21FE 搭载了一枚高通骁龙888的处理器，这枚处理器是去年高通发布的旗舰芯片，在功耗性能上都有着非常好的表现，能够轻松应付大型游戏和算法处理。同时为了抑制高通骁龙888的发热，三星还在 S21FE 上加入了大量的散热技术，堆叠了多层的散热石墨烯材料。三星 S21FE 具有高性能的同时还有非常不错的续航表现，加入了一块4500毫安的电池，并且支持有线闪充、无线闪充和无线共享充电，支持立体声扬声器，并且加入了杜比全景声的技术，在视听影音上的效果更佳。第四款，三星 F52。 三星 F52 就是上面说的1299元的手机。作为一款千元机，三星 F52 具有120赫兹的高刷新屏幕，让你在浏览网页、玩游戏的时候都非常的丝滑顺畅。同时还搭载高通骁龙的 750G 芯片，支持 5G 网络，还有4500毫安的电池，提供了25瓦的快充技术，在这个价位还是很有竞争力的。在影音方面还提供了一颗6400万的摄像头，满足了用户日常拍摄的所有需求。这样一看，三星 F52 还是非常有性价比的，最低价只要1399元。各个品牌的手机都开始卷了，三星在我国市场上地位大不如前，这次六一八活动也加入了价格战，开始进来搅局，并且开始加速降价，这对于我们来说是好事，毕竟买一部三星手机比以前节约了几百块甚至上千块的都有，还是很划算的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内容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欢迎在下方评论区讨论，我会去挨个查看。我们下期再见。